好啊好啊。不能，我只要买上个进去。哎，我先问你，买买买买买。你大部分是新疆人介绍来。还有礼拜去民间会网站去看咱的消息资料咧，一礼拜吼是两百以上的头家收好无？礼拜真的哦，礼拜好。啊，一礼拜一届有哦。哦好，礼拜好。啊，我要去问下，因为我知影你大部分拢是新疆人介绍来，很近前啊，我有拄到一寡较特别的吼，同事咪甲我讲吼。你是新人对嘛？恁家话咧，有人安尼无？是新人，还是你的上帝、耶稣、天使归来？到安尼，那互相了解无？好啊，啊，较无使。有之前我捌拄着两个，有人咧甲我讲。好，来，咱开始啊。你有啊？真诶啊？咱即下老一位吼。好来，诶。奇怪的了哈，金事实可以放到未来。咱这内底有人听无台语的，我用国语讲会使吗？华文，我用华文讲可以吗？好、哦，都可以哈。咱未使去讲咱讲国语啊，咱讲语到底啥话？对吧？我们讲华文、讲中文，但是咱未使讲咱讲国语啊，要改。好，来，好，这是我的题目哈，认清事实，咱们创造未来。演讲完以后，你们会知道为什么这个题目的吗？啊，这是我的名字。好，来，因为哈，你们在这边上课上了三天了吧？哈，快要结束了，下午3:30就结束了。前面这三天来啊，讲师们跟你们讲的已经都很详细了。所以呢，我这节课，因为你们是初级班啊，我觉得不需要讲太深的，不需要讲太深的，我把重要东西跟你们复习一下，然后呢，讲我自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让你们能够对法明政府有更深的信心，认为说，这个法明政府真的可以走下去，而且真的会成功。哎，我来讲我自己故事，讲我自己故事。为什么会加入台民政府？我爸爸2011年1月那个时候初级班第一期，他在彰化的那个跳蚤市场遇到一些前辈，跟他说：“有这个台民政府哦，要不要去听听看？”他就真的来上课。我爸爸他上完课以后回来就回家跟我说：“你要去上课哦，你要去上课。”他到底上课上什么搞不清楚。对啊，他为什么要来上课？还有，你知道吗？我爸爸他以前民进党在党外的时候，他就很热衷、很热心。民进党一组党成党啊，成立民进党，他马上就加入。你知道他加入民进党后，国家发生什么事吗？中华民国警察就常跑我家来，警察我不骗你们，我自己看到至少两次。那时候我还读高中呢，你看，我一个高中生，警察常常来我家，你知道我会心里会怎么想吗？怪惊，我来讲，真的怪惊，我真的会怕。讲什么？我们就普通的善良老百姓嘛，我们不要管那么多了，我们把自己生活顾好就好了，就这样。把你打电话来，在那个时代我看到这个我会怕。现在怎么有一个台民政府跑出来？是怎么回事啊？我加入民进党就这样子了。现在这个台民政府，他写政府，他不写政党。你想啊，你想要搞台湾民国家去了？对，我也怕。不是啊，我想说，那时候2011年嘛，我们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个时候就是起。好奇怪，以前那个中华民国政府他们说我们要加入联合国啦，我们是什么主权独立的国家啦，很奇怪，可是在国际上都被人打压，要加入什么组织都不行，我们台湾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最近几年我从2004年开始去中国大陆教书，然后这几年一直在往外跑，去到国外回过头来想台湾的地位哦，一定要有当下，干嘛不切心？为什么台湾人在国际上的地位就是不平等？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想。我说啊，六十几年的啦，好像还在那里打转。啊，那中华民国政府已经讲白了，就搞不出一个名堂来嘛。啊，我要站起来，我怎么办？我要去听听看到底台湾民政府他在讲什么。我当时那个心里就是我要去听看他讲什么。如今天既然有人说有一条新的路出来，我就听听看。可是我又怕了，我心在这样子，我就惊了。啊，我得来，我得来，我说我怕我上班。一来，你们都要填资料，对不对？哎，不准相信呢，对不对？电话、住址，还有什么？你是哪一组的？对吧？我是国人，你奇怪，我上课而已，为什么要写这么详细？我不想弄，不是就来缴钱上课而已。啊，可是我觉得我不想骗人啦。啊，但是。我怕一留下去的话，又有麻烦了。我说我不想骗了，我不想骗了，就我全部把它留真的资料。也还好，留真的资料。那不然的话，今天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上课。没有。好，他、啊、上完以后，初级班，我是第五期的。上完以后，我是一个感想，你知道什么感想吗？我知道你们现在如果去外面跟他讲，人家都会给你三个字。啊，不可以，你家呀！我那个时候想法也是，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马英九从2008年选上总统以后，我发现他所有的作为就是要跟中国统一，外刚搞起来。啊，台湾的最高权力的人都已经这样做了，那、啊、下面老百姓、小老百姓，我能做什么？啊，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就算你讲的是真的，还不可能。那怎么办？阿兰这边不是上完课哦，就有什么工作给你发薪水没有啊？怎么办？还是要回去认真做工作啊，过八过啊，是吧？不喜欢那样，真的是这样子、啊。哦，那时候想法是这样。好，那结果呢？过了快一年，我爸爸厉害，他现在已经满80岁了，那时候还没78、77、79。他不会用电脑，他手机也只会接听。他只会接听手机而已。哎，可是他都会收到资料，厉害。收到消息，因为那个张大校老师长那边啊，都同那个前辈都跟他讲，消息传很快。哎，那个高级班要上课了，可以听哦。他又跑来上课了，他每次都是第一。到底来要不他上完课以后呢就跑下去跟我说哎、欸、要去上课上课他上课上课一样他又讲不清楚他喜欢哎那时候我知道吧我们的上课都有录影的他录了没有啊我就想我初一班上过了高一班如果上一样的我干嘛去上高一班就先上去看我的录影因为我发现高级班啊，很有趣的，而且教新的东西，我就想说我要来听听看。可是哈、啊，因为我上网去看啊，我查资料，发现哦，网络上把台湾政府骂得很难听的。我觉得如果会用网络上去看看，还是有多人说我在骗，对不对？你看被他们骂的没有？我有怕呢，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这边是对的，他们这边是对的，还是那边骂的是对的？怎么办？不行，我一定要自己深入去了解。我再讲一遍哦，你要自己深入了解，才会知道说哪一边是正确的。所以呢，我又开始来，好，我就来上课。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高级班第四级，我来上课呢。好，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嘛。我来高一班上课，我们是上课啊，初级班、高一班都一样，3天嘛。星期五晚上，对不对？啊，星期六早上要吃饭，哦，又要去吃饭。结果看到什么，你知道吗？那个秘书长跟上面一些高层的，跑就说：“哎，练，来去选。”我想奇怪，他们是要照大头照哦，个人的大头照。奇怪，你们这些啊，身份证，他们都是最早拿到的，他们早就拿到身份证了，为什么要照大头照？你看要申请什么证件？哦，
我想说啊，反正那你们事啊，我不好意思嘛，啊，我不好意思跟那个跟他们问嘛，啊，那你动，啊，不好意思去问他们啊，所以我就啊，我就吃饭，我去上课，那，啊，结果呢？好，结果呢？一上课呢，秘书长就讲，他讲什么？他说呢，美国叫我们这些高层的哦，先申请旅行证件的。哦，我一听到这个，我想，哎，我私底下看到了，跟你在上课讲的哦，哎，可以唱得起来，合理讲的哦。那个时候才真的相信说哦，台民政府后面真的有美国在支持的。意思呢，我再看一下，领进胸前功啊，真的。这个民政府真的可以走下去？为什么要等到我确认美国在方面支持，我才相信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就算秘书长他讲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呢，如果背后没有美国支持的话，台民政府凭什么去跟中华民国政府要政权？他绝对不会给我们的，放心好了。对，一定是要后面有美国支持嘛。哎，我确认后面有美国，太好了，我就相信。然后我就赶快回家，把我哥哥、把我姐找回来。我跟他讲，我在台民政府这边看到什么，学到什么，把台民政府理论跟他们讲。啊，我爸爸没有办法，他讲不清楚。啊，我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才会相信。然后讲我看到什么，他们才会相信。从那时候真的开始相信，好，我下去。那时候才开始好好去跟人宣传。好，这是我的啊，这是我经验。是我经验。哦，哥哥加入以后，因为我在外面工作了，我是台中中人，我在外面工作，他们做的那些活动就比较没有办法参与。哦，哥哥就很热心，他比我还认真，他比我还认真。好，来，哇，好，你们在这边上课上了三天的啦，你们觉得呢？啊，你这种是真的吗？真的。今天还很好。你如果认为是真的哈，那你要走下去耶，你要有毅力耶。好，我们等了三年，我等了快走不下去了，非常焦急，你了解吗？非常焦急。秘书长走几年了，知道吗？8年。他从2004年从中国逃回来了，也告诉你赶紧放我。2005年，他是讲2005年的那个农历过年。发现真相，又开始告美国，到现在，对不对？已经多少？10年了，10年很不容易。我们等3年，我们等都快走不下去了。对，你真的，啊，谢谢谢谢。啊，这中间啊，很多以前前辈进来，后来又离开出去了，觉得很可惜。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感谢他们，没有他们，今天没有这场所。就是今天没有办法在这边上课，我是觉得很可惜。好，证据呢？真的有美国在背后支持吗？啊，会成功吗？我当初会进来是因为我认为会成功了啦，所以我才去跟人家讲嘛。啊，你们觉得呢？这是我看到的，啊，你们自己要判断。你们敢讲共鸣，讲共鸣的雄心，以后你什么？如果真的进来，他们这种做事，他们共鸣的雄心完蛋了，有一天你会掉到陷阱里面去。你要自己去判断，来，我们来看，我找到的证据是什么？哎，3年多来哦，我没有碰过任何骚扰。我说了嘛，我爸爸加入那个民进党，警察就来了。我们3年多来哦，没有任何一个中华民国官员、警察敢来我家讲话，也没有敢打电话来，都没有。我那时候觉得我是太神奇了，会是这样。这个家伙，台民政府后面一定有小靠山，中华民国都不敢碰他。他这个靠山是谁？他再来，从来没有被要求要捐款。我们来这边上课要交钱嘛，对不对？对。那个钱为什么要交钱？有没有想过？伙食住宿。对嘛？你比较短，比较假嘛，对不对？还有发这些资料给你呢。好，啊，这些，对，用电啊，场所啊。使用的部分嘛，对不对？再来啊，好，
对，那、啊、这个还有后面的书，我要跟我这个 logo 一个500块，好贵哦。哎，真的有点贵，我凭良心讲，真的有点贵。那个帽子500块，对。但是啊，他是跟你讲很清楚哦，这个是卖你的，不是要你捐钱，你是卖你的，你心甘情愿，对。你认为这个价钱合理，所以你拿钱出来买，不是要你捐款哦，不是哦。好，再来，那身份证，你还没有身份的人，请举手一下。啊，你们申请了吗？申请了。走上去，有申请的人没有关系的嘛。你们申请身份证要交很多户籍资料，对不对？对。就凶谁呢？那你不会担心你那个资料被外泄吗？会。我们那个时候申请啦，对，我们那个时候早期申请，我们会怕。为什么会怕？我们从小到大看上海的那中华民国乱七八糟，对不对？我一定会怕。欸，可是我发现啊，我从来没有突然收到账单说啊，杨明道你突然欠我多少钱？没有，都没有。他表示怎么样？资料保存得很好，没有泄露出去，对不对？他做法也正派。再来，我们去年有重新去美国，对不对？去日本，我们现在没有机会了。去美国、去日本拿出来用，结果发现可以用。他在日本要换钱了哈，拿中华民国那个身份证出去要换钱，说不行，他说你那个是假的。他拿出来说这个可以，对啊，真的呢。他这个谁帮我们做的，知道吗？美国哈，美国那个国土安全部帮我们做。再来，报纸广告。我记得哈，好像是过了大概上课，大概过了半年一年以后才开始看报纸。啊，每次那个报纸广告看多大？你们有注意过？半版嘛，至少都半版，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今年的那个农历过年嘛，刊在哪里？刊在《联合报》《中国时报》的正面第一版下面半版，刊那么大。如果我们是诈骗集团，你想有办法看两年？哇，还是看那么大的照片，那么大的广告，啊，都没有事情，这不是很神奇吗？对不对？啊，前一阵子那个中华民国那个电视台要报哦，我们那个台湾政府新设立一些什么剧呢，对不对？哦，活动办很大，啊，就给我们报道乱七八糟。没有兴趣的话，上去看，就算官网上面，现在在第一页，你去看他们讲什么。哎，啊，他很骂，骂那些啊，很难听的话，说我们骗人，说我们乱搞。那，啊，我们为什么都没有事情啊？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都没有事情？不止这样子的，我那时候要上初级班，我爸爸就跟我说，在大亨国小附近啊。啊，大亨国小附近到这边还有一段路，他讲不清楚啊。哦，就坐计程车坐到大亨国小，那这两个要讲反应，那怎么办？我问怎么办？欸，对面刚好是警察局啊，我就跑进去，我要去问路。结果那个警察很厉害，一看到我背背啊，你背到你肩负上头了哦，好厉害，你知道吗？然后对，你怎么知道？三年前就知道我在这里了。如果我们真的是违法的、非法的，套壳你。欸，以前我们是在那个五楼呢，那个五楼上面那边上课，啊，现在这里新教室，后面又来了新教室，哦，越来越教室了，越来越发展了。如果是假的，早就被收掉了，没有地方了。好，再来，啊，各州的办公室，你们这几天有看到那个照片吗？宜兰州的照片，宜兰州的办公室就在宜兰警察局对面，等一下给你们看。再来，在美国注册，在美国留那些资料，告诉你，我们这是照美国指示来的。他叫你做什么做什么，我们在那边都有他，哎，都有资料，在美国那边有留资料，美国政府里面。那这诈骗集团去跑到人家美国那边去留资料，啊，美国联邦法院的判决，后面那里有一本啊，台湾最终地位三，啊，秘书长去告美国，跟美国之前的那些往来。法庭上面的那些公房过程都在上面，一棍他搞棍，他搞总搞棍，一棍一棍。如果是诈骗集团，也没有办法编出那个阴影出来。
没有那个过程，编不出那一本那么大一本，而且里面英文都很高级的，都难好多。你我是大英语，我放在外面，真的很厉害。啊，我们的网站上面啊，它有翻成中文的，有些把它翻成中文，你们可以去看。真的有这个过程，真的有这个过程。啊，再来就是我跟你们讲，我刚才那名字我高级班看到，我不是只有看到那一件事啊。后来我们来点招了，我们高级班要回来点招。第一次点招，中午的时候吃饭，我很幸运，我每次吃饭的时候发现事情。吃饭啊，哦，我的右上角这边做我们驻日代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是驻日代表。啊，讲讲讲，我是吃快吃完了，然后突然看到秘书长过来，坐在旁边，然后还拿个信封，我放在他旁边，这件事情哦，要交给你来做比较好。啊，我这个人习惯就是哦。你们上面高层在讲什么？如果你不是直接对我讲，我就不要听。哎，这个是一个习惯啊，记得。以后如果进来，他们这种事啊，上面长官在讲话有事情的话，如果他是要跟你讲，直接对你讲就听；如果不是，我就离开回避，让他们好讲话，避免麻烦嘛。啊，我听到这样，我说啊，我要吃饭，快吃饭，我想听你讲，就走了。结果呢，下午一上课，秘书长又讲。在中华民国上被人骂，诈骗集团被人骂，他都不去告，他都忍耐，忍受下来。可是呢，这次跑到日本去告，去日本啊，看那个报纸说我们是诈骗集团，这次我们要去日本告他。哎，然后所以找我们那个驻日代表，那个信封里面的厚厚的，看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一直在印证，你知道吗？哦，我不恐龙会来你来的，不是哦。我相信他们这种不会走错了，因为后面美国在跟我们监督。但是啊，我也不需要被人骗。美国也是哦，如果真的进来方面这种的话，你要行得正，但是呢，你不要被人骗。我一直在印证，韩美这种做的跟他讲的有没有一样？我发现，哎，我秘书长讲的跟私底下我看到又是一样。我觉得他的做法都是他在做什么，他在讲什么。啊，这是我看到的，我认为这些我可以确认，韩明这种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啊，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正派的，但是这些啊都是间接的证据啊。啊，美国在外面占领，啊，真的吗？不知道，我们是继续看这个照片，这个字里面有没有看到？啊，韩明这种，啊，宜兰县警察，啊，如果是诈骗集团，早就收走了，大人用压力。啊，这个比较小，你们可以上我们官网去都有了。前几届啊，他都有发资料，这是小的，因为太小。但是我要告诉你说，真的有这个东西，真的有这个东西。好嘞，啊，什么会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美军重新占领台湾了。你说，哎，好像现在是美国占领，啊，都没有看到美军，啊，怎么会这样？那，啊，为什么没有看到美军？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叫中华民国来帮他占领啊，来帮他做事啊，所以看到是中华民国军队。那所以美军比较少看到，美军有没有进来？有啦，美军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啊，只是说他人数少，我们现在比较少碰到。美军重新占领台湾，一定要有比较大量的美军进来，然后这个事实呈现在台湾人面前，如果这个出现了，那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再来，韩民政府接掌政权，我们真的快要接掌政权了。以前他去年、前年拍的那个广告都是什么？都是讲法理啊，请大家来办身份证啊，来上课。但是从今年的那个寒假过年开始啊，他那个广告就不一样。我们今天又说到这一张，对不对？对。哎，这个真的要执政了。我现在发现他的步骤越来越快，最近一直在审法案，然后也在训练。越来越快了。好，再来，啊，这些都出现了，啊，这一块土地，你们这几天来上课学到什么东西？韩明政府的论述是什么？法理，什么法理？对，日属美占嘛。好，美国占领这个情况出现了，啊，再来，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啊，这个土地到底是谁的嘛？对，你要根据战争法来。好，该做的事都做了，最后土地要还给原来主人。美国总统宣布
像茶农也有天皇，这些都很清楚的出现。其实只要有上面这两个出现了，旁人就会怎么会这样？他们就开始会思考。啊，这个还给天皇，如果这个更明显出现的话，不用讲，是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说，这些目前还没有出现，是我们认为它会一定会出现。啊，上面这三个都出现了，那、啊、下面再来就是这个了。我们给中华民国管了67年，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69年，明年70年。你们觉得在中华民国这个那些生活，你过得快乐吗？你觉得你有未来的希望吗？没有。有。金鹤啊，为什么会有？民政府。啊、哦，因为有民政府，所以有希望这样子的。好的，好的。啊，对对对，很好。今天要去记者来。南美洲。对南美洲回来了，哎，我们应该给他拍手了。你要听点消息的，你要听点消息的，哎，怎么是他要来上课？朋友跟你讲啊，7月19号，对厄瓜多捷运荷兰，阿姆斯特丹他正在台湾，好忙啊，很慌忙啊。你刚才话，啊，时间无好，即摆就了因咧。啊，二月机会，所以我四月有时间个，爱特殊一点。我四月去到台湾的那个，啊，介绍一下，我他家里实在是经历了什么呢？啊，那做生意的那个，先收，做生意哦。啊，我爱。记得讲到吼，来拜山来跟这个迄个老师，听这个意思就是哦，这个练蛋哦，蛋到伊蛋巧伊讲出来，啊，继续去当空军师，已经学了半，啊，不想，啊，然后高健家里，高健家里，哦，对啦，啊，大康。所以我当初工作运气就起来了，啊，因为安尼，因为咱国外吼，那个申请的，是讲咧遐自由啊，啥物，拢爱台湾的这个天气，啊，但是台湾写，啊，拢写对着咧，中华民国台湾安尼啦，哦，啊，但是吼，你写台湾是啥，讲你台湾是国家，嗯。啊，咱无迄个国际的地位，迄个，是的。你刚刚在讲我，做歹势。嗯，还有听到。啊，你无看见咱，但是现在我讲变，但是现在来啊，我来到南京咧，啊，看见啊，变成啥物事？哦。哦哦哦哦。啊，你没看到咧？哦。啊，这种信心的个人。啊，对对对。哎，今天上场真正无简单哦，厄瓜多进来啊吼，哦，讲起来，爱坐两单的飞机。你也做厄瓜多的代表。好，来来，开始热情哦。啊。好，好，来，你不谈哈。来，最直接的证据应该是这一个啦，这些啊，只是说这些还没出现呢，但是我们相信它也会出现。嗯。好，来。那你说台湾要还给日本天皇，中国不会出来讲话吗？跟国际国家比较高大吧，哦，等一下我再跟你讲。那台商在那边，台商大家都这样讲啊，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啊，啊，美国要看他脸色了，
是不是这样？你觉得呢？美国欠中国多少，你知道吗？我去上网去查，我是美国财政部的资料，1兆2735亿美金。可是我他是第一名没有做，可是我一看我会吓一跳，为什么呢？不是这个吓一跳，是下面第二名是日本，我们跟母国耶。啊，美国欠日本多少你知道吗？1兆2000亿美金，哦，也是很多钱的。我讲惊着，不过因为美国跟日本是盟友啊，他们都是有钱人，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出。这个中国这个比较开出兵的，对不对？这个比较麻烦。哎，啊，所以中国不会起来跳脚吗？你们觉得？因为巴西会起来跳脚，但是跳脚有用吗？没有用啊。好，来看，前几年哈。那个研究国际关系的哈，国际战略就说了，这个世界上呢，冷战之后结束了，是什么一超二强，一个超级强国是美国，另外还有两个大国强国，中国跟那个俄国。中国军事崛起，经济崛起，还是国力崛起，他已经是老二了，他一直想要挑战美国，他实力真的这么强吗？美国真的要怕他吗？这个哈佛大学啊，这个教授啊 ，Joseph S. Kline， 他来写这本书，说 Power， 他说呢，一个国家啊，是名词是从他开始，一个国家的实力分两种，一个叫硬实力，一个叫软实力。硬实力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武力、你的经济，这个实力会使人屈服的，这个叫硬实力。那什么是软实力？你的政治理想，哦，你的文化。然后呢，你的这个生活环境、文明素质，这些会吸引人来，这个叫软实力的。好，那我们从这两个方向来看，那中国的硬实力跟软实力跟美国来比较呢？硬实力，来看经济上面啊，美国 GDP 一年3亿人口啊，美国现在有3亿人口，一年呢 GDP 总额是17兆美金。就是去年2013年，3亿人才17兆美金。那、啊、中国呢？中国有9亿人嘛？那、啊、这个是人民币，我把它换算过了。13亿人呢，生产多少？生产大概9亿，准备涨够了，9兆美金。啊，美国是17兆美金。那、啊、你们去逐逐看，美国一个人生产力大概是中国多少？我算过了嘛，大概10倍以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粗浅的这个比较啊，它单单的比较，其实不应该这样的，但是我希望把它弄简单一点，让你们了解，容易了解。再来，美国的私人收入是全部哦，全部国民3亿人14兆美金，啊，你去逐逐看。啊，中国呢，它这个数值哈，它这个数值是个人的哦，刚才是美国，现在这个是中国的个人的。我算过了哈，一个人大概是4000美金。刚才那边啊，美国大概4万多美金。所以美国啊，平均起来啊，一个人的收入也是中国的10倍以上。那、啊、我去查，我发现啊，这里有一个我发现，他是城镇居民的，我找不到他全国平均的、啊，他算城镇居民而已。那、啊、如果乡下居民也把它算进去呢，那就不止10倍了。所以美国经济实力是中国10倍以上。那、啊、再来，我们来看，这简单的比较。再来，我们来看，好，美国现在有几艘航空母舰？你们知道吗？现役可以出去战斗的，有10艘还有。10艘航空母舰，每一艘是一个战斗群的、啊。你上网去啊，查那个 Google 啊，查那个照片，你要点航空母舰，你发现。它叫出来的照片不会只有一艘，它是全部旁边都有那个什么军舰，下面还有那个潜水艇，潜水艇照不到啊，上面还有飞机，那是一个战斗群出去。美国有10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中国有几艘航空母舰？一艘，一艘，而且还怎么样？还没完成，能不能出去战斗？
不行。美国军事实力也是他十倍以上，是最简单的比较。硬实力比不上人家麦克风。那再来软实力，我都举这个例子。我曾经在中国那边台商学校教书，有一次呢，我带我学生就去那个上海的那个游乐区玩。那一天带他们去玩的时候，我的学生是高二二年级，我就发现旁边也有那个中国国小的那个小朋友也去玩，三个班还是四个班，看起来好像是国小二年级啊三年级的小学生。好，他去游乐区玩了，回来隔天我看他们写周记了，有一个学生周记上面这样写，他说我们在那边排队啊，要玩那个游乐设施的时候，中国小朋友都来给我们插队了，还说呢插队是我们的强项。我跨起来，我有真的还假？怎么会这样讲？我怎么感觉有点假？你是真的吗？我是真的。我说那他们来给你插队，那你怎么办？所以后来他们来插队，我就把他撞出去啊。他来插队，我把他撞出去啊。这样，这个是中国的人啊，居民从小就变这样个性。311海啸，日本，对不对？重创，高速公路塞车，然后呢，那个什么，那个便利商店大家排队要买东西吃，天气冷，下雪，排队有人排队排到不止，但是他也不会去插队，这是日本人个性的。我在美国念书，我们出去玩，不要讲出去玩，出去外面随便买个东西。都一定要排队，如果你没有排队，一定有人跟你讲你要排队。啊，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排起，因为有时候不知道，因为柜台好几个人。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排起，或是你不知道哪一边是头，哪边是尾，一定有人会跟你讲，一定排队。国民的素质是这样子。中国崛起了那么强的国家，哇，好像很强，可是你看他的人民素质是这样。我还可以举很多例子给你听，我在中国碰到的，有一次也是。我去那个大卖场，我要结账。我们在台湾大卖场结账我们习惯是前面这个人他要算钱，对不对？我是第二个，我会中间有个空位，我离远一点。结果有一次我在中国是这样的，我就看到后面有一个年轻人一直在这样看，一直在这样看，奇怪你在看什么？结果呢，过了大概五秒钟，噗，插队插进来，他在看前面有没有空位可以插队。那时候刚去中国啦，因为我们在台湾没有碰到这种事嘛，我忍不住，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激光打你，别打了，没有多快就换新的，他就这样。中国人，如果你们的国民一直是这样，你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吗？但是我跟你讲，我在台湾也看到很多很伤心，然后不打后卫的事，哦，什么事？骑脚踏车、骑摩托车在路上都看到。我教书上班的地方是比较离市区远一点，我都大概骑脚踏车、骑摩托车的。红灯，大概这个是白线，停下来，我都尽量停在白线这边他长是第一个啦。结果呢，我停下来，就会有人从旁边过去，这边又过去。你知道他停在哪里吗？停在斑马线，就说呢。还有更糟糕的，停到那个待转区去。我怎样看到他都会呢？对啊，还有那家长，尤其是上学放学，那个前面载一个，后面载一个，不戴安全来闯红灯，不要紧。拜托，我们台湾人为什么变这样呢？就是我靠，停到跨国他都会呢。我们说我们的母国是大日本帝国，日本人排队愿意排到死。当然，我不建议这样。但是你知道那精神、守法的精神、守规矩的精神。如果我们要回大日本帝国，我们要去跟中国学吗？我们台湾自己要改变。那么爱改的，也在改方面把它安住，就是了。刚才讲这个是实力啊，国家的实力啊。如果从法理来讲呢？你们这几天来，对不对？讲都跟你们讲了，什么时候？台湾这块土地变日本天皇的，马关条约开始就是他的了吗？对，后来呢？一九
四五年四月一号，天皇诏书颁布了，变成他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从那时候开始战败，不可能再割回给你中国嘛。这拖的运动是你中国的，你出来抢这个话，可是我相信他一定会出来讲的，一定出来跟你讲。哎，然后前面那位讲师呢，他今天比较可惜，他讲很多，不然的话你听他全部讲。这些条约，这些宣言什么东西呢？都没有说，啊，这块土地又重新回给你中国了，也没有说回给你中华民国啊，都没有啊。凭什么中国出来讲话？讲法理也不是你的，讲实力你也没有能力。可是我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很讨厌，明明不是他的，就说这是他的。我感觉公主过不去，有一次也是我在上吃面，去面馆里面，有一个小姐进来了，点按了店小二，进来不能点，里面是国际旅馆面，帮那个小姐进去。结果呢，旁边有一个妈妈带着小朋友，我们先来的呢，那面应该是我们的吧？啊，那个店说啊，这个开始卖钱，然后他就跑去跟那个小姐说，小姐，喝个面先给他们。那个小姐说什么，你知道吗？不要，你讲就买你来，你就说不要，你家的事你自己搞错了。你遗言不应该是他的，他觉得他不想给你，没把握的心。秘书长带中国的故事更惨。建了四个学校都被中国把它吃掉，他才跑回来台湾。不过我们要感谢中国，如果不是他这样乱搞，把秘书长逼回来，今天也没有拿到证。他吃掉了四个学校，但是呢，这个台湾他永远拿不回去。卖笑死，我翻，你刚才那个。好，占领不能一转主权嘛。中华民国是代替美国来占领，一占说，你们回归祖国了，啊，这块土地本来就是中国的，好安呢，骗我们呢。根据战争法，那个时候开始，1945年10月15号，那是占领开始嘛，对不对？那是降量排气嘛，不是合理的，占领不得一转主权，战争法的原则，美国去攻打伊拉克，等于把人家国家灭亡了。整个海山政权拿掉，总统打死了，啊，他还没有说伊拉克变美国的，没有啊。以前以色列去给他占那个什么加沙走廊独本区，给他占了38年，最后还是要还给人家。那中华民国在那边占了，说变他的不还的，可以吗？啊，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你们怎么知道他是流亡政府？他自己讲的吧，他绝对不会这样讲的。1949年，他不是被中国共产党打到台湾来了，对不对？那个时候这块土地是谁的？还是日本的啊？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没有签啊，还是日本的啊。他跑离开了自己的国家，那不是流亡政府吗？那现在这一块土地变他的了吗？没有啊，他也是在别人的国家啊，他不是流亡政府，不然是什么？对不对？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啊，但是他很厉害，他就跟你说，他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台湾啊，大家来选举，真的，他从小就给你洗脑，从开始占领的时候就给你洗脑，骗我，骗到最后我们都认为啊，他想去做，还好有台湾政府有来这边上课，不然都不知道，他怎么讲那么多谎话，全世界最大的诈骗集团，对，中华民国。好，战争法的主要原则这些啊，占领不得一转主权，刚才讲过了哈，占领并不能相当于军事证明是，虽然是这边这边如果安全回来哈，还算是幸运的。去年不是吵红中秋吗？安息节呢？还不应该征兵，还把他搞死，怎么办？那你觉得行政立法司法体系去运作什么意思？我们平民的百姓的生活没有改变，但是呢，我们不可以有武力，也没有外交权，生活没有改变哦。就中华民国来说啊，375年都把那个地主的土地全部收过来，啊，占人家的土地，占人都不还，这都不对呢。我都说那个是土匪，
那不是军队。好，那战区域居民有战死效忠原则，你要战死效忠那个占领者啊，你没有办法被他占领大败仗。哦，哎，啊，再来一个占领区未打最后状态了啊，台湾地位未定了，没有完全决定。好，再来，军事政府体制要正式宣告才结束。二次大战以后到现在，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宣布从台湾撤军，也没有说结束占领的，就我们现在还被占领。我们就不知道你被占了那么久，生活不正常不是吗？来，被占区属于独立关税区。这个那个今天第一节的讲师有讲到。好，那主要占领全国可以委托他国执行代理占领任务，可以找中华民国来做。哦，是他的主要原则。可是呢，还有一个重要原则。战争法原则是呢，即使被命令，没有人必须做违法事，违法事叫你做，你可以不要做。还是你的家事，我就表示以后。我们228事件，台湾人被杀，到后面来就保护，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受到影响，所以台湾人怎么样被杀怕了，用台湾兵啊，剑雄，我买雄心，你明天来上班，还够玩心来听啊，我怎么来上班？是我发现，后面真的有美国驻我的地方。好，中华民国身份证、护照这些都违法的，那两起就过来。我们是中华民国人，那为什么去拿他的身份证呢？拿他的护照呢？秘书长说，他不是中华民国人，所以他不愿意拿护照，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美国那边出庭。好，我听到这样讲，对，我认同他。我的护照到期了，中华民国护照到期了。我也不要去，我也不要去办新的。要办的话，我很希望，因为今年八月又要去那个护国神社，然后十二月份会去，天王住所，我也想住宿。是我护照到期，我没办法。我不要办新的，我在等什么，你知道吗？对啊，我可能要挟，可能三年了，你要谈啥啦？很希望可以超越。好，台湾的地位在哪里？要看最近三总统条约了。最近三人比较决定台湾地位，但是呢，最近三人比较没有完全解决。他自己也讲很清楚了啊，那个美国的杜勒斯，如果你去看那个那本宪法论，他讲很清楚，说还是未完全决定的一个问题。好，哎，中华民国的什么真相？就是这个嘛，日本天皇还是白尔修斯，美国总统会有战争，中国也有政权代表。我在台湾学校啊，还有同事还在那边，他是马来西亚的。前几天我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碰到我，他说啊，我不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我又给他写那个日本天皇白老师的钱，美国总统会有占领，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还是那三个字，哪三个字？因为啊，你要去跟他讲这三个字会惨很大。啊，能讲就讲，不能讲没有关系，再找别人。啊，我就说，我就笑笑，当然他看不到我在笑。我说走得巧，你走得巧。啊，他还讲一句话，他说你们都快要变中国台湾了，因为我们台湾很多艺人去那边上节目嘛，他都叫你，你一定要说中国台湾，是这样子啊。不然我改不了，就是。我真的说他是土匪，以前那个李登辉都说他是土匪，我真的承认他是土匪，包不要包。认清事实，台湾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很明显出现，台湾人不晓得的。这是我们台民政府的那个论点，我们的论述基础就在这里。你认清了这个事实，从我们这边基础起步，然后才能开始往前走。台湾才有未来的，这个事情要台湾人大家都很清楚看到，然后才有办法同心，台湾才能继续往前走。要不然怎么样？台湾继续这样原地打转，原地打转，已经转了多少年？69年。如果这个东西台湾人都不知道，我们要赶快去跟人家讲，讲一次他也听不下去，讲两次、讲三次。回到这边，台湾的才有未来。
赶紧走在正确道路上。台湾不可能叫联合国，它不是一个国家。为什么说它不是一个国家？你们这边念三天了，为什么不是国家？它缺什么东西？台湾的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吗？没问题。台湾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我们有没有自己的行政权？现在呢，谁在管？中华民国代管的，行政权不在我们手上。那台湾怎么是国家？那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对，很吵，我就觉得，有时候想想看。那台湾，台湾算不算中华民国？卖光台湾是中华民国，哎，不台湾不是，两者不是彼此的一部分。你们来这边上课，出一边上网，至少要有这个认识。卖个钱还中华民国要钱，这很讨厌。台湾不能独立，土地不是我们的，管辖权没有在我们手上。台湾如果现在要独立，会发生什么事？美国来修理。对啊，美国来修理。现在这块土地上占领，你跟我说你要独立，你是要跟他打仗的？我们还是实际跟美国打仗的。啊，从法理来讲不对啊，从法理来讲不可以这样。美国还占领台湾，我们母国是大日本帝国。我记得我小时候啊，跟我妈妈回娘家去了，我妈妈娘家那边人都叫她尤西口，尤西口。我就很奇怪，哎，怎么会是尤西口呢？那个。身份证上面明明就写的那个不是这样啊，他是不是有系统？那时候真不知道，我小时候不知道。哦，我爸爸，对，我爸爸小时候奶奶那一辈的，我叫他哎，混讲混讲，奇怪，那名字又不是混讲，什么是混讲？现在我都知道了，日本名字嘛，老一辈的七八十岁的，他们都有日本名字，他们已经习惯讲日本话了，证据。哎，你要承认战败了。中华民国一来就说啊，台湾光复了，我们回归祖国，我们打胜仗了，是吗？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日本人哎。啊，我问你，战争结束了，你要当战败国还是要当战胜国？哎，我问你，你要当战败国还是当战胜国？大家都想要当战胜国啊，对不对？这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可是惨的。如果你真的认同他的时候呢，哦，一时很有面子，对不对？就辅助了啊，对啊，那是六十几年来我们怎样？我们在国际社会上都走不出去，没有人承认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地位，是不是这样子？结果呢，一时很有面子，可是怎样？耻辱啊，六十几年了，不一般了。